的歌和带给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听一句然后唱一句。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嗯，唱得不错，再来。А ну еще не начали. Начнем. Чимпаво де гэ, дай хуй ни де ча, чимпа ни де вэй ся лё ся. Чимпаво де гэ, дай хуй ни де ча, чимпа ни де вэй ся лё ся. 现在我数1、2、3，然后大家一起唱，好吗？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1、2、3。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唱得这么好，那我们就再来一遍。请把我的歌带回你家。会有声调，唱歌的时候有声调吗？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接下来我们学习学习下面的句子的。明天明天这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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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再来。明天明天这歌声，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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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继续。明天明天这微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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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嗯，再来，我们从明天明天开始。明天明天这歌声，明天明天这歌声，飞遍海角天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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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明天，明天明天这微笑，明天明天这微笑，将是遍野春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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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现在我们
一边听一边唱。从明天这里开始，不是我拜用大点声，погромче。你嗓子疼吗？明天，我们从这里开始。明天这个声，飞天还叫天涯，飞天还叫天涯。明天这个声，正是遍野春花，正是遍野春。从请把我的歌开始，我们来听一遍，我们也可以一边听一边唱，然后我们来看一看我左手边的朋友唱得好还是我右手边的朋友唱得好。Будем петь, а потом Джан Лаши хочет узнать, кто поет лучше, те, кто слева или те, кто справа. Да. И а слева. Слева, ну слева вот, ну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Джан Лаши до пенда. Ю пенда. Ю пенда. Вот они говорят, что вы все поете лучше, вас больше. А Хана. Не сихой на игры, слева или справа? Какая тебе нравится больше команда, слева или правая? Без разницы. Он在左边. Сначала поем все те, кто слева сидят, вот, по отношению к Джан Лаши. Не-не-не, это Зо Пенда. Зо Пенда? Потом.
再来，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一二三，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尽管你在悲伤的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容下。明天，明天之上，飞遍海角天涯，飞遍海角天涯。明天，明天之上，见识遍野春花，见识遍野春花。我唱的最好。接下来我们右边的、啊、他们是小朋友，你们都是大朋友，对吧？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一二三，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个声飞遍靠的天涯，飞遍靠的天涯。明天，明天这个笑见识遍野春花，见识遍野春花。怎么办，大家老师，我没有听出来左边唱的好还是右边唱的好，我不知道左边唱的好还是右边唱的好。再来唱一遍，我再来听一遍。那再来，再来，你们一起的。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一二三，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个声飞遍好久天涯，飞遍好久天涯。明天，明天这个笑见识遍野春花，见识遍野春花。唱得不错。接下来右边的这一组，请把我的歌，一二三，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个声飞遍靠着天涯，飞遍靠着天涯。明天，明天这个笑见识遍野春花，见识遍野春花。大家老师，我觉得一起唱，一起唱，一起唱好。那哈，所以现在我们一起练习。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一二三。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这个声飞遍好久天涯，飞遍好久天涯。明天，明天这个笑见识遍野春花，见识遍野春花。我唱的不错，孩子们唱的不错。现在谁可以？谁可以？谁可以唱一唱这首歌？我们这样，我们第一句左边这一组，第二句右边这一组的，第三句你们唱，第四句你们唱。明天，明天这歌声，大家一起唱。
明天这微笑，大家一起唱。Эту строчку сначала. Первая строчка, вторая строчка, третья, четвертая. Каждый по строчке, да. Первая строчка, вторая строчка, третья, четвертая. Потом куплет. Дальше пока. Можно идти. Да. Первый句, второй句, третий句, четвертый句. Можно сначала. Не-не-не-не. Еще раз. По строчке. Первая строчка, вторая строчка. Разве не они начинают первую строчку? Нет. Вы не дуэтом поете, а соло. Нет, соло нет. Как соло? Без соло, пожалуйста. Только высоко для тембра голоса. А так? Лучше, хорошо. Нахайзима,一起,一起. Лиша, Лина, 一起. 你们一二三四五五个人一起一起。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然后一起的，继续，开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一二三，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我们明天的飞向好家天涯，飞向好家天涯。明天这微笑，将是片叶春花，将是片叶春花。不错。我觉得我们漂亮的女孩子唱的会更好的。女孩子们一起。第一句就是，第二句 ，мальчики， 第三句 девочки， 第四句 мальчики， вместе， я тоже группа。准备好了？Вставать не надо。Вот именно, вперед. Гони, пусян. Петю песню. Тогда... Кто начинает первый? Девочки начинают? Девушки начинают первые, давайте. Да, мы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е девушки, да? Мы вместе, да? Не боясь ошибиться.
这边我们一起唱，我们跟着音乐，我们跟着音乐一起唱。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正是黑夜还叫天涯。明天正晓，将是遍野春花，将是遍野春花。我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正是黑夜还叫天涯，黑夜还叫天涯。明天正是前世年的春花，前世遍野春花。这首歌曲讲的是朋友和朋友之间，讲的是友谊。А чем эта песня? Сначала она сказала, может быть, у вас не слышно было. А? Не, не переводите песню, а о чем песня? Дружба. 明白了吗？看着你对面的朋友，或者看着你的朋友。Моё внешнее смотрю либо на того, кто сидит напротив вас, либо на того, кто рядом с вами. 微笑，微笑，微笑。Мне кажется, это послание по весне. Не скорее, даже не дружбе, а конфеты. Вообще, да. Это какой командир. Да. 你们笑的时候非常非常好看。下的时候，我们一起，啊，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跟我一起的，你也可以跳舞。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都可以的，你也可以这样，你也可以跳舞，都可以。
еще сопровождать пение движений, как вот на видео подробно. Если хотите. Если в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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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хотите. 唱这首歌。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一二三。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请把你的微笑留下。明天明天着的山，明天还有天涯。 明天还有天涯，明天明天折不下，就是遍遍春花，就是遍遍春花。大家这一遍唱得很好听，唱得很好听。唱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微笑。 已经学会了的，好像我看到了，卡夏的舞蹈也很好看，卡夏的舞蹈也很好看。接下来，你和你的朋友们一起来做这个小游戏，这是什么？这是汉字。我们需要找汉字，一二三，你们三个人一组。 对，因为3个人，3个人，他们是3个人，有的是3个人，因为3个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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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个人
Я собрать себе. Да, да. Пе шоуа.接下来我们找第二个词语，我们看一看，我们看一看哪一个组找的最快。如果你找到了，这样告诉我好吗？如果你找到了，这样。如果你找到了，把手举起来。好，现在我们说第二个词语，第二个词语，明天。明天。好，找到了，两个人一起。明天好，找到了。明天。
好，我找到，找到了，嗯，找到了。好，第三个词语，什么？两，当然两个人一起，对你和你的朋友一起。好，接下来第三个词语，你的家。你的家，你的家，你的家，好啊，第一名，第一名找到了，第一名，好，丽娜和丽莎是第一名，啊哈，好，这一组，你的家是哪里？啊哈，看到了，好，你的家微笑，很好，接下来第四个词语，第四个词语，你们听。第四个词语是我的歌声，我的歌声，我的歌声，四个字，我的歌声，我的歌声，只有我，哦，第一名，我的歌声，是的，找到了，找对了，是的，啊哈，是的，嗯，我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的，我们还有举手，啊哈，好的，找到了，好，现在都找到了，但是接下来我们找第五个词语。好，我看到了，已经有两组找出来了。你是灰，你这边是灰。嗯哼，非常好。非常好。还少了一个字，角在哪里？我读，找一找。天涯。好，接下来天涯。春花。天涯。要一起，你和你的朋友，你和你的朋友一起来找句子，找一个句子。和你的朋友一起。从已经找出的句子的词当中呢，还是说随你？打乱重新。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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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找第一个句子。你们听第一个句子，请把我的歌，请把我的歌，啊，请我的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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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